现成的，下次轮到你了。行行行。这是今晚上戏票，你好好看看，我就不信你分不出好坏了。昨晚上我跟张望看戏去了，真过瘾，好看。余奎志的打金砖，孟广禄的探阴山，李胜素的红线道河，还有李杰的天女散花。哎，周克啊，你今晚上好好看看啊，人家一个女演员在台上30多分钟，脸不变色心不跳，那叫真功夫，没有10年8年不可能唱下来。我最见不得现在就是那些通俗歌手，要嗓没嗓，要身上没身上，哎，站在那儿傻唱傻扭，哎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最可气的是唱完一首歌站在那儿喘气，哎哎，接下来我再为大家演唱一首，装什么孙子？哎，我说大曾，你总不能把自己的爱好强带给别人吧？我是为你好，帮你提高文化素质，多看点高雅的，比一比到底什么是艺术。今天晚上我值班。只要你今天晚上看京剧，今晚上值班我替你。那行，我有个条件，下回我看音乐会你还得替我。成，只要是音乐厅的或者是歌剧，那些通俗歌手演唱会就免了啊。还有，你下次再听那个你给我戴上耳机。哎，那要是今天晚上我去看京戏的话，是不是也给我一个优惠的政策呀？有啊，只要你今天晚上看京剧，下次你值班我也替你。我就去干别的。咱们这儿啊，眼看着就快变成京剧票房了。还别说，哎，大曾，我以前一点都不喜欢京剧了，现在让大曾给熏得差不多了。昨儿他带我去看那两出戏，真好看。喂，陈医生那句怎么唱？哎，我是六祖。美剧啊，你什么？哦，稍等啊。正南方。啊，对对对，正南。哎，您说。那俩胳膊怎么跟人家？好好好，我知道。叼着呢。我这腿呢？哎。来，腿还有点硬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就这么回事。叫剁泥儿。好，我马上就办。哎，再见。哎哎，别闹了。吴局长来电话说，东门派出所报案，新达公司库房被盗，还丢失了大量现金。任务交给咱们六组，现在老汤开会还没回来，你说怎么办啊？库房被盗怎么会有大量现金啊？他们公司说那会计室和库房是在一块儿的。嘿，真有新鲜的。哪儿啊？银香胡同20号。我是新达公司经理李江，麻烦你们了。什么时候发现的呀？动没动现场？没动现场。9点一上班啊，会计发现以后，赶快就报案了。财务几个人？3个。姓什么？叫什么？我叫刘金华，还有2个女的，一个出纳叫李丽，一个统计叫陈雷。库房呢？一个库工叫王卫东。王卫东怎么叫一个库工啊？管库的呢？进出货我们帮着管理。这门根本就没被撬过，这坏门做的是假象。嘿嘿呦，鸡贼还撒了一地辣椒面，以为我们会带警犬来，真够傻的。哼，贵，哎，好的呀。昨天春游，库房休息，会计们都去了。有没去的吗？王卫东说闹肚子没去。他今天来了吗？现在还没来。哎，大曾，他们说有个叫王卫东的库工没来。门、保险柜、抽屉都是好的，哼，还撒了片辣椒面。你们去王卫东家？嗯，有车没有？哎，有，跑一趟，见着王卫东，把人带到局里去。没见着人，拿几张照片，走。哎，我那有他几张照片啊。大哥，你回来了。啊。哎，小文子，人呢？
都出去了？对，有一家公司的库房被盗。啊，赶紧胡大灯叫他回来，市局给了一件重要的案子。哎，算出来没有？到底多少钱？我这是38750元。你呢？我是19400元整。总共多少钱啊？58150元。这是大案，你知道吗？超过50000，我们得往市局报。这位奖金又吹了。哎呦，真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，让你多费心了。你这财务留这么多现金干什么呀？营业款不是得往银行送吗？昨天不是春游吗？没来及送。会计这儿的3万多也没来得及送。局里有事儿，让他们赶紧回去。哎，吃完饭再走。我订的明都海鲜了。行了，哎，吃完饭再走吧。我跟你说啊，写一份现场经过，再写一份检查，你们这可是严重的违反财会制度，知道吗？明天送到我那儿去。是是是。回局里办通缉令吧。要说现在这人啊，胆儿也太大了，这不跟抢差不多吗？谁呀？谁？王卫东。哼。秦皇岛公安局来电话，有一农民在耕地的时候刨了一具尸体来，尸体上裹着北方大酒店床单，估计和咱北京有联系，让咱派人去一趟。走了，没逮着王卫东。照片带回来，赶紧吃饭啊！嗯，吃饭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秦皇岛。我也去，我不想再看摊了。今年我还没春游呢。小蚊子，你以为去几天呢？最多是折腾一趟，把那尸体拉回来。那我也去。好，去去去。老总，你带张望和小蚊子去，我来看摊啊。季兰，你发通缉令吧。啊。周克，嗯，今晚上你蹲坑啊，走。没吃饭呢，走吧。哎，就我一人啊？你给那李经理打电话呀，让他们派人派车派饭。那两人戏票呢？哎，对了，那票可别废了啊，让季兰跟老汤去，千万别废了啊，废了我跟你们急啊。6点钟开车来接我，再加一个人可以轮换。啊、嗯，好，那先挂了啊。哎，嗯，马上把这照片还有通缉材料送宣传科打印，出200份，马上发出去。哎，是。进去了。那有什么，在警校的时候我学过解剖，还怕这个。老汤，这2张戏票你去吧。哎，千万可别给废了，要不然大曾回来该跟你急了。哎，季兰，你看我这晚上值班呢，再说大曾那儿有什么事儿我好安排，还是你去吧。那好，我带我爸去。对，还有其他线索吗？嗯，尸体挖出来以后啊，法医做了初步鉴定。哦，这是鉴定书。其他的问题还得等你们来啊。死者上衣口袋里护照一本，钱夹一个，右手腕名表一块，左手钻戒一枚。红海波。哎，这人我认识，几个月以前在红梅大酒店跟香港客人黄家峰喝酒打架，我去解的围啊。张望，嗯，你赶紧跟他办手续，我给北京打电话，吃完晚饭马上就走。哎，晚上就留这儿吧，啊，明早再说。哎，那可不行。罗队长啊，这次麻烦你啊。哎，你还得给派辆车拉这尸体。啊，行行，马上办。这么着急回去啊？我连大海都没看见呢。这案子大，又不是撬库房那种事儿。张望有进步啊，遇见案子就明白。大哥，洪海波是个什么人？半岛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。外商？什么外商？花钱买的唐家护照。好，好，好。
哎，昨晚那出戏还真好看，是吧？嗯，是吗？是昨天晚上你在车上跟我说的那段吗？对啊。好看吗？好看啊。好了好了，都别说了啊，听我这儿的，朱克，你从王卫东家撤出来，那小子不在北京，蹲坑啊，一点用没有。听了大曾的汇报，我觉着秦皇岛弃尸案不是一般的案子，死者洪海波也不是一般的人，这里头肯定有大案。我已把这儿的情况向局长做了汇报，根据局长的指示，我们全组重点突破半岛公司的412大案啊。哎，六组啊，是我，我是老汤。什么煤气中毒？这都什么日子了还点炉子呢？好好，在什么地方啊？行，我一会儿就派人去。越可越焦炎，越忙越添乱，12条发生煤气中毒，母子二人在医院抢救，派出所说是有问题报了案，大队长咱们去一趟。那我和张望去吧。行，去吧。张望，走。走。哦，对了，大曾，你带周科、小蚊子去趟北方大酒店。你好，我是公安局的，哪位是病人家属啊？哦，这位就是。你就是病人家属，张望。嗯，先把他带到医院的接待室去，了解一下情况。我去找一下医生。行，好。姓名？孙志刚。单位？民航局。怎么样了，大夫？没希望。病人家属知道，等我们查清楚再说，我会通知医院领导的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要让病人家属和病人有任何接触，明白吗？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我是8点治安班离开单位，大概是8:20到家，一推门我就见他们娘俩，我是刑警大队的，我叫曾国华，希望你们配合，我要见一下你们总经理。好，让我通报一下。徐小姐吗？请你接一下总经理。通知你们单位了吗？还没有。张望，通知民航局保卫处，叫他们单位派人来。行。有个香港客人黄家峰，是不是住在你们酒店？是。另外半岛公司也在我们酒店。总经理找你谈话。周克，你去查一下黄家峰。嗯。蚊子，你去查一下住宿客人名单。嗯。你派人跟他们去吧。好。你们先把孙志刚带回单位去，不要让他和其他任何人联系。有什么情况，我们会通知你们。明白。为什么带我走？我老婆孩子还在这儿，我得照顾他们呢。你先别嚷。照顾病人，这儿有护士和医生呢。你既然报了案，就得听我们的。再说，你能保证这就不是他杀？
这位是香港的黄家峰先生，这位是周克先生。我听说黄老总出事了，请坐，请坐。您什么时候认识洪海波的？我认识洪海波嘛，是可能是八八不是八二就八三年吧。是我们总经理助理庞林小姐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酒店新来的曾副总经理。你好，庞林。曾华，这次来主要是和贵公司谈一下欠我们酒店场租的问题。哦，凭我的直觉啊，姓孙的这小子不是个好人。你负责盯着这朝阳化验，下午我去民航局调查一下孙志刚的情况，晚上咱们碰头。行。庞小姐，我想见一见洪海波先生。董事长在国外。我听说走了好几个月了。他那边实在太忙，抽不出身来。那你们国内的业务由谁打理啊？副总经理。怎么称呼啊？王翔。哎，我能不能见见你们王副总经理？他出差去了。不过这好像和厂租没什么关系吧。我请示一下，三天以后给你们交支票。好，那咱们一言为定。我爱人和孩子怎么样了啊？正在抢救，还没有脱离危险。我求求你们，让我去看看他们吧。不行，有些事还得调查一下。张望，给他重新做笔录。坐吧。上次你跟那姓洪的吵架到底为什么呀？其实呀，本来呀是一点点小事情了，生意嘛大家做的了吗？一次不成还有下一次的吗？万水千山总是有情的吗？可惜呀，这冯海波呀，哎呀，真是霸道的很呐，背后啊搞阴谋的啦，给人家回扣啊，压指标啊，哎呀，他总是想把我给掉啊，然后呢他自己去做的啦。哎呀，我本来是想啊约他出来呀、大家一起玩一玩，坐一坐。哎呀，可惜呢
话不投机呀，帮给多了，你知道吧？后来呀，就比摔呀，摔 XO 啊，哎呀，摔呀摔呀，摔到第十瓶的时候，哇，我明白了，我摔的是我自己的钱呐、啊，他摔的是共产党的钱呐、啊，你知道吧？这话怎么说？哎呀，他用的钱呐、啊，全是大陆的贷款啊，你知道吧？真是，哎呀，不好说的啦，吃饭吧，吃饭。最好检察院能介入，案子归我们破，经济问题归他们。行，那你先歇会儿，等验尸报告一出来，喝你的香吻喝，咱就往上报。明天咱们要去啊，就得大张旗鼓，声势做大点，账目账号封存，电话监控起来。现在关键人物是他们那个公司的副总王翔。最好一块办，这边进驻，那边把王翔带回来。哎，知道在哪儿吗？不知道，他们不说啊。哎，季兰呢？啊，去民航局了。孙志刚是我们民航局的干部，平时表现不错，家庭状况嘛不太了解，一会儿去了解一下他们的团委、工会还有服务中心。可是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，不排除蓄意谋杀的可能性。喂，哎，我是公安局的，你给我找一下我们那儿的季兰。好的，你的。哦，谢谢。喂，季兰，你查一查北京飞往各地的各条航班。一周内的啊，找一个叫王翔的，三横王，飞翔的翔，男的。好，我一会儿给你答复。麻烦您得通知一下，我要查一个人。好的。昨晚你几点离开的家？九点。谁封的炉子？是我爱人。你上午说你走的时候，你爱人和孩子都睡着了。不，我今儿上午太紧张，没记清楚。是我爱人封的炉子。哎，你们翻来覆去的老问我，什么意思？人命关天，这是我们规矩。老汤，我太困了，我先睡会儿，一会儿叫我。行，你先歇会儿。化验结果出来了，里边还有大量的安眠药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啊，不客气。哎，洪海波的尸检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一部分，但是还没有汇总。死亡时间有吗？你这样吧，我回去看看，过后我给你打电话过来。行，死亡时间非常关键，你要尽快给我消息。哎，好的。去吧。朱克，文子，你俩去趟民航局，告诉季兰，周里有大量安眠药。把那个孙志刚带过来审查。孙志刚以前还可以，就是去年去北戴河度假回来以后，听说和售票厅的詹明关系暧昧。关系暧昧？您能不能给说具体点？我也是听说的，没有真凭实据。反正他们的关系密切吧。您是季同志吧？啊，让我们把这客运清单交给您。好，谢谢您啊。我能用一下您电话吗？好好。喂，哎，我是季兰啊，我跟你说查到了。前天下午飞往上海的飞机航班号是1207。哎，王翔。对。没错，我知道了。好的。喂，老汤，是我。死者洪海波，死亡时间大约是去年12月20号至30号。好的，那你快点去呀，越快越好。我刚才已经叫周科请小蚊子去民航局了。好，那这么着，你给他们办手续，我给他们送过去，从那儿走快点。我现在通知季兰办票。行，就这么着。
来来来，这是公安局的季同志，这就是詹明。哦，请坐吧。来，我找一下公安局的季兰。季兰，你马上给张望、周克办两张飞机票去上海，对，越快越好。我等着老唐办手续。哎，我给你送过去。对。走个后门吧，麻烦你跟售票厅说一下，帮我订两张今天下午去上海的机票，一个小时以后的就成，好吗？嗯嗯。啊，喂。啊，我是詹明，那你帮我订两张去上海的机票，大概是5点钟左右的。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张望、周克。张望、周克。啊，对，你先把它提出来，我一会儿过来取。对，是公安局的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主席，麻烦您带我们这周同志一块去办一下这事儿好吗？好的，好，谢谢您。走，不客气。坐吧。咱们都是女同志。开门见山的说，你什么时候认识孙志刚的？我们了解到你和孙志刚的关系很密切。你就照实说吧。哎，叫什么名字？叫詹明。年龄？29岁。民族？汉族。德总。哎。手续，差旅费。哎。赶紧往上报啊，明天就突击了。前年夏天，我们一起去旅游度假，是团委组织的。以前我们也见过，不过不是很熟。后来我们一起下去搞调查工作。什么时候？是去年5月份。简单的说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跟他关系密切起来？就是下去搞调查的时候。我们天天在一起工作，所以就后来呢？后来他就提出来要跟我结婚，我就说你必须得具备资格。什么意思？你把这话说确切点。我所指的是他必须得解决家庭问题，然后我才可以考虑。上海市局吗？我是北京啊，给我找一下你们高局长。他爱人就是不离，没想到他这么狠心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局里的人都知道煤气中毒的事。他说过，他爱人要是不离，他就采取非常措施。张望、周克呢？取票去了。怎么样，进展顺利吗？这男人心如蛇蝎。别都往男人身上推呀、啊，还不都是因为女人？你就是詹明啊？快来走。
快点，快上车。有人接你们啊，还不让那边给办了，把人给送回来不就完了吗？让那边办了，案子算谁的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这案子你们等着立功吧。哎，怎么不说话呀、啊、玩深沉呢？都说这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我看不准。孙志刚这小子为了个女人，什么丧尽天良的事都干得出来。给你们送到机场，一会儿我回去会会这孙志刚。怎么着，没戏啊？茅房的石头它是又臭又硬，事实俱在，他就不认账。打今儿早上我一看那火门没挡头，我就知道不可能是意外事故，加上下午的中央一出来，詹明的笔录也在那儿，这不事儿明摆着呢吗？这他妈孙志刚太可恶了，简直是个人面兽心的他妈王八蛋。现在的男人也真是啊，为了女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大曾，你说你要是这种男人，哎，除非我吃错了药。好了好了，都别耗着了，明天一早还得去北方大酒店呢。母子怎么样？上午就死了。看我的，大宗，别犯纪律啊！男孩女孩？男孩啊。几岁了？六岁了，眼看着明天就上学了。你怎么这么狠呢？啊，为了一个女人你就杀妻灭子，你比陈世美都狠呢。你陈世美还知道派韩琦杀庙呢，你倒好，自己就动手了。你媳妇是障碍，你杀你儿子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儿子醒了，你知道你儿子醒了第一句话是什么吗？他找他爸爸。我要死你！我有罪呀！没错，笔录。大曾，行，有两下子。跟哥们处吧，处长了就知道哥们不是人了。
行了，你也别死扛了，老老实实的说吧，你们董事长去哪儿了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昨天还说他在国外。王强在哪儿？好，死鱼不张嘴，啊！你等着。你们董事长在哪儿？出国了。出国了？可有人说他现在就在国内。谁说的？你委任的人，你不会不认识吧？你别以为你们都是铁板一块，人家早就都说了。哎呀，挺好的啊。游戏，接损招吧，王翔的钱包。你们董事长不在，副董事长任命你为总经理，有这回事吧？眼熟是吧？嗯，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请你来不是让你做客，问你是给你机会。抬起头来，看着我的眼睛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王翔在哪儿？在上海。你早说多好，晚了，跟你一样在这待着的。再给我好好想想。怎么样？想好了没有？嗯？看来是得跟你提个醒啊。你们俩什么关系？男子汉敢做敢当，人家女的都说了，你还死扛什么呀？啊？看来非得给你使个阿莱灯，挑明了照亮了再说不成哈？女人真不是东西。嗨，说什么呢？洪海波是我杀的。这是王翔的口供笔录，你自己看看。银行贷款是我和王翔的关系，洪海波不懂经营，随便挥霍公司的钱财，我害怕出事以后没法交代，就派王翔把他赶走。
顺便派几个人吓唬他一下，给他点钱，让他辞去董事长的职务。真没想到他们把他给杀了。老唐，你先说吧。好。经过连夜突审，犯罪嫌疑人王强交代了作案经过。半岛公司副董事长王强和董事长洪海波进行谈判，逼迫洪海波退出半岛公司。谈判涉合后，王强指使社会上流氓杀死了洪海波，并到秦皇岛地区弃尸灭迹。他们还给死者制造了携款潜逃的假象。另外，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半岛公司使用了大量的银行贷款，估计是几千万元，涉及国内十几家银行、信用社等金融机构。这还是一个重大的金融案件。今天就分配一下任务吧。刑事凶杀案呢，还是归咱们公安局；经济犯罪案呢，就归你们检察院了。好，到时候还需要你们大力配合吧。这次破获半岛公司的案子，为国家避免了经济损失7500万元。市局领导为我们申报了集体的三等功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们祝贺一下，怎么样？好。俺来报案，这是俺女儿，俺带她投案自首。什么案子？俺是汪卫东的未婚媳妇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河南驻马店。得，张旺、周克，哎，你们俩还得辛苦一趟。怎么又是我们俩去啊？